观众大家晚上欢迎来到黑的 Clubify。喜欢台，我是喜欢主黑鱼，不知道三哥久等啊。是有没有这么累啊？我们要玩的游戏为《亚特兰蒂斯计划器生存 Part 3 啊。然后今天就以破成就为主，原本是要讨论啊，结果我睡到前15分钟才起来啊。你的废物，没办法讨论了，农田的啦。好啦，我们今天有一个主要目标，我们今天想要去地狱，我们要去挖黑曜石这样子。干什么？挖黑曜石，我上一集就挖完了。啊，你有几个？你有几个？他妈挖刚刚好啦。真假的？欸，你难得有用欸。妈的是废物。你终于发挥你的用处啦。你依然还是没有用啦。啊？你依然没有用欸。欸，种子刚刚好欸。种子机关枪，啪啪啪啪啪啪。这集有一个成就，然后我要做那个叫什么萝卜田，我现在要来做萝卜田。大家有看到那个上次有打到几个萝卜，现在在这边，我们要来做萝卜田。我们现在要做萝卜田。哎，还有没有空的地方啊？我想要盖那个。哎，这里右边往右边走。你说盖在这里哦？啊，这里不是你要盖花园？往右边。哇塞，你怎么盖出这堆东西的？超累，你知道吗？你怎么弄出来的？盖完就腰酸背痛了，你知道吗？怎么弄出来？还蛮厉害的哎。盖出去，超累。我都快吐血了。因为画质只有三个，那就不好意思啦。你要盖有，可是我想要盖在那个农田旁边。有很笨的牙，没有超爽。你这个地方有瑕疵啊？为什么？摔下去了啦。我只是用好，我没有。上去啊。有些地方是上不来的，你知道吗？这边哎，你们看了、啊，你们心目中的实况主又 TP 啦，实况主又 TP 啦，没办法，我现在讲话每个字。实况主，哎，我烧好的玻璃不要用哦，我要存1000格。你求我，干，我要存1000格啊，干。你求我，干嘛了？我先杀掉你，我求你。做性欲搞搞，妈，这是狗卡住啊。好烦啊！我不想救他。这只狗啦，这只狗在干嘛啦？过去啦！看，种田啊！猫住在上面，我就打不开了。靠背，把羊冲上来哦！妈，你是有多重啊？啊！行吗？哎，安，哎，我的猫都不听我的话、啊，你可以过来控制它一下吗？不要，我怎么帮你控制啊？不行，狗比较听话。你说你自己？哎呦，咬我干嘛？为什么要咬我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咬我啦？等一下。你干嘛啦？哎，我不知道。哎，对不起，坏。哎，为什么要咬我？让他坐着。你可以拿根骨头喂他一下吗？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咬我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咬你，我真的不知道。还在一起？哎，不行，坐下。小白坏，小白 sit down。我现在头痛是有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的狗要咬你。我不懂了 ，Happy End。对嘛，抹茶说不可以欺负我。妈，叫你去吃屎！哎，你把田种在上面好不好？哪里啊？没有啊，我就在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种而已啊。啊，嗯，好吧，你爽就好。可口的咬。小麦要种在什么上面？啊？安安乐凡安。我好想揍你哦。没有，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的狗要咬它。对啊，为什么要咬我啦？是我肉看起来比较好吃吗？啊，可能是我刚刚打你一下的，认定你是。可能是我哎、欸，可是我也没有打你啊！我刚本来想说，是会不会是我不小心打到你？可是我好像也没有打你，对不对？你好像没打我，我打你就会了。天哪、啊！去杀个怪好了，走啊！下等一下，那这把幸运的稿子留着，这个拿来打作物，然后我自己再做一把钻石稿出来。啊，那个我想要拿来。啊？你要拿来干嘛？那个打东西不是会掉很多？对啊。那我等下顺便用那个打。好久没看我实况啦。走啦，走。你要走了？好啦，等一下我做一个钻石稿啦。你到底在急什么啊？钻石。绿宝石七个钻石留在家里一方。绿宝石七个换一个牛排，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就完全。你先走啊！我装备感觉快折旧完了、欸。九楼，哎、欸、，Beach。为什么？怎么撩？打我、啊？我没有打你，我刚也撩血了。你后面的狗在咬我啦！可是我刚刚怎么也……吃屎啦！吼！我什么都看不到哎、欸。清不清吧？哎、欸，看狗来了！呦！惨了！哦，这地狱门太危险了吧？为什么？
哎呦，有点那个，有点那个，等一下让他载入一下。哎、欸，这地门太危险了吧！我刚走过来，差点就跌入无底深渊了、欸。哎、欸，糟糕了，我的狗，它去了地狱不回来了。媒体就吃屎啊！干，吃屎很花钱哎、欸，怎么办？钻石也可以挖到很多好康。干，怎样啦？我的狗跟我去地狱，然后不回来了。你活该啦！地门也太危险。狗跟着过来了，真的跟着过来了。哎、欸，好吧、啊，跟我走吧。等一下啦，等一下，我把地狱那边弄好啦，你太危险了啦！有赚时间干嘛带时间？就不带也是浪费啊。舒服用，舒服用。我这太危险了，超级危险！我知道地狱真的有点那个，这不是我的问题。干，我等机构啊！哦，你的伺服器是不是有点卡？真的感觉有点顿顿的。你们没办法，地狱实在太那个了。安安歪眼啊！还是他们不会觉得顿顿的，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一点点啊，关我屁事啊！哦呦，哎、欸，真的会呢，真的会呢。狗狗真的不回来了啦，干！一下顿一下的，因为他坐着啦，你要让他站起来啦，白痴！真的，对啦，安安哦，安安哦，我觉得，等一下，他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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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学长，他站起来啦，眼神充斥着血丝，站起来啦。我觉得我来做点手工艺好了，我们把那个他还是不回来啊！你要来地狱啊！我想要让他回来现世，你知道吗？你要来地狱把他接回去啊！你要让他站起来啦！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看、欸、我真的把时间丢了，我看不到你哎、欸！喂，我刚不是让他站起来啊？啊？我刚不是让他站起来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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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哎哎哎，有那个，有那个，有那个，那个，嗯，我要躲起来，我要躲起来。为什么？怎样啦？算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先把那个。好吧，算了，我们走。哇，这边，哎呦，喂，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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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背，靠背。怎么一来就这么强啊？哎、欸，你还开创造，你这飞啊！我没开创造，我没开创造啊！不然为什么你会飞？我没有会飞啊！你在空中哎、欸！屁啊！我现在在你后面哎、欸！啊？那可能是你看那个啦！把你的狗狗收起来啦！整个都是敌人哎、欸！啊好，他回去了，他回去了，很好。整个都是敌人啊！连你的狗都在咬我，对不起。哎、欸，过来过来过来，起来啦！他很烦哎、欸。好了好了好，我们可以走。我看看能不能打死那只地狱幽灵。你去打，你去打，你去打。哎、欸，为什么我的地狱门不见了？啊啊！被炸到了啦！干！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现在是。四海为敌，四面楚歌。妈的，因为你只有你会喷吗？我可以把你打回去啊 ！Fuck you！ 哇塞，这样子我们回去不知道会重生在哪里耶？它会自动生成一个那个。你 cover 我，你 cover 我，我修理一下这个。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攻击你啊？它只攻击你，我也没办法。你去帮我打它啦！对啊，有两只哦，一只而已吧。可是我听到两个声音。坏了，要再点一次。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欸你们瑞凡啦，我知道啦，难过啦。哎、欸，在哪里？在哪里？为什么我没看到？我在我身上有打火机，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回去会是在出现在哪里啊？欸，回去会出现一样在那个门吗？应该不会，对不对？不见了。哎、欸，会、欸、会哦、喔，好吧，那会就好了。重新地点不会变。哎、OK， Beach。怎样怎样？在这里啊，大哥。我们哎、欸，这边全部烧起来了。哎呀，看，这边全部烧起来了。你打就打，可不可以？嘿，你打的时候可以那个吗？可以注意一下周遭吗？没办法、啊，为什么他不射我？看他也射得太难哦，看他射太歪了吧？炸了精光啊！可他也射得太歪，最讨厌就是这个了。他射得超歪的、欸，
哎呦，看我差点就打到那个蜘蛛猪了。蜘蛛猪人，那个叫僵尸猪人，不叫蜘蛛猪人。喂喂，哎呦，看吓一跳，他在下面，他在下面。哇啊！不要啊！啊，我就知道，水母炮王靠背啊，但是那个什么海绵宝宝的低能桥段，惨了。哎呦干！哇、哦，这也太阴险了吧！嗯，星云镐刚，哎，星云镐刚在你身上还是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哦，好，那就好。奇怪，星云镐不是打了可以变多吗？打作物，打作物。靠，真打作物、啊。死定了！哪个荧光师要这么拼命？而且附近还有他的声音。哎、欸，你顺便找一下地狱堡垒好了啦。不要啦！为什么？有什么好不要的？他妈，我不想死啊！对，先搞在黑羽身上。不想死，关死什么事啊？我怕我找堡垒为什么会死啊？我怕我找到一半就掉下去了、啊。不会啦，钻石镐打钻石会喷两颗哦。是哦，对他们说的。整个不爽吗？不会啦，不会啦，游戏就是这样嘛，跟你们人生一样啊。开始讲大道理了。充满了坎坷。对啊，命途坎坷。这时候就要唱忐忑了。欸、家里都没有煤炭哦，你唬我啊？怎么可能？好像被我用光了吧？你用那么多到底想干嘛啦？没有啊，你一直烧啊。我一直烧、喔，是我烧的吗？对啊。妈，你怪我啊？干你娘嘞！哦。对，我现在跳下去就虚了。好啦，44个火把，来把钻石。我刚身上有10颗钻石、哎。我要跟我在跟瑶讲话，跟瑶一个知名实况主。哦，原来不知道我是谁吗？哇！所以我才会用双萤幕啊！人的看一个低能实况组，不好意思。实况，你再讲一次。低能实况组，你还要我再讲吗？你身上有煤炭吗？我没想到你听不懂这句话。欸、你现在在哪里？身处何处？可以跟我讲一下吗？把人的性命。我想在你旁边，我怎么看到你在飞？报应。我刚看到你也在飞啊，很错乱。为什么？我要找地狱堡垒啦。没差了，去找中介门的路上有机会遇到南瓜，这边有现成的中介门哦、喔，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比较高的地方。那时阵，阮在空间定定来离开。差死啊！爱我的人生，阮在打波，少人来体谅。我的心就海波浪，伊有也有路。差死啊！卖差啦！定定来平坦坦。打给来做好做好炸死啊爱我的人生爱我的打命爹爹来离开阮家是阮家的打波啥人来体谅不要炸我的心不要炸喉咙伊有也有路这里好像有一点点蹊跷哦。哎、欸，台语很好，你怎么会觉得台语很好啊？我台语超破的，破台我的台语比我英文还要破。
啊，你会英语哦？你也会哦？我英语比你好哎，不知道谁都叫我翻译的哈。谁啊？好，那你退去自己写信哦。妈的，他们寄过来好烦哦。上去。嗯，总觉得我现在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找地狱堡垒好像，地狱堡垒的位置。英语靠北，少在那边谐音的。我现在有英语、白语，然后宠物有乌鸦、猫、黑猫。怎么那么多东西？看我超多东西，我人事附近真的超多东西。然后我前面那个有人一直搞不清楚是 B 还是高音谱记号，后来我就把它定为高音谱记号。完蛋了，进退两难。挖一下。挖你的屁眼。没水准。哎。好了，把村民。看村民要怎么赢过来、啊。我装备会不见吧？没有没有。啊！料到了，哎呀！我都料到了，我都料到了。见怪不怪。嗯？压力板吗？嗯？哦，对，压力板。OK。哎，走错了，走错了，往这边才对。好，好，走了。来，那个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当初那个，我们现在要冲前一次就是当初那个什么，郑成功啊，他要做巴士，要、哦、干巴士底海峡啦，啊，我们现在要冲前就是那种感觉啦，啊，嗯，没有错的，这就是那种感觉那种 feel 啦，啊，嗯，跑不过去，可是这个好丑。看我也出不去啊！干，来了，我们现在要重现就是巴士底海峡的那种 feel 啦。监狱，哎、欸，对你做的那个什么监狱，带我去看一下。来，你下来，下来，是这里吗？你到底在干嘛啦？你在帮谁做囚房啦？哎、欸，四个音乐箱，再一个，再一个。没有，这不是音乐箱，我都做错了， 我做错了，我做出来，剩下一个在那个。在楼上，我做的是音阶箱啦，这是音阶。那它是要音乐箱还是音阶箱啊？我好像两个都有，你看一下有没有那个音阶的。没有，它是音乐箱啊。有音阶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力啊，那需要钻石。到底在干嘛啦？那个充电的图示是什么东西？充电。对啊。充电，什么东西充电？没有。我想一下，围个一个好地方，就怕摇也不会装模组。我是不会，没错啊，因为我没有在用模组啊。这里还是这里？哎、欸，打爆出去就好，我身上一堆狗子嘞。好，想要赢我啊？妈的，这是一百年叛逆啊！哎、欸，这里还有玻璃，还有玻璃。哇塞，你怎么分那么多个在烧？哎、欸，这样子真的快完整嘞、欸。对啊。音阶跟音乐有什么差？一个是可以放唱片，一个是不行，一个是调音。哎、欸，你有去玩？哎、啊，你过来，过来，过来！煎熬，煎熬。等一下，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哎，真的快完成了呢！煎熬。干嘛？太多了。你看到几点？快完了，快完了！干嘛？干嘛？你要干嘛？那个，你下来，然后去玩那个，你去用那个音阶箱，你点它右键，每一个，每一个。我知道这个、啊，对，你再点右边，你再点右边，然后你再点右边，你不觉得每个都不一样吗？嗯，所以你想表达什么？你看，你看哦，你看下面，看下面，下面的材质放不同，它会不同的声音。哦，真的哦，这么酷？对啊，是刚刚观众跟我说，还有 ，OK， 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啊。音阶箱应该就是音乐箱，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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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他说音乐箱吗？对啊，音乐箱啊。干，那就是音阶箱啦。一样吗？一样吗？一样啦。哎、欸，所以完成了、喔。唱片机才不一样啊。哦，对，完成了。对，还有一个在家里面，我没拿出来用。那我去把它摆下来，我要完成，我要完成它。可是我在想，还有一个下面要放什么、啊？下面不同声音，还有什么会不同声音？你顺便拿个。
矿物那么多，拿个其他的矿物好了。黄金砖，黄金，好好试试看。哎、欸，等一下，哪里啊？你说那个音乐箱在哪里？你找一下箱子，我忘记了。你真的有做完五个吗？有，我做完五个，我确定。大桌子，五个，沙尘。没有，那你可以，你可以顺便做个木栅栏吗？我这边没看到啊，喂。有吧？没有啊，你上来找。你到底是放在哪里的箱子啊？我找到了。然后这个是香菇田跟花园。你帮我做个那个啦。啊？做个那个木栅栏。木栅栏。对。做个可是我这边也没有木头啦，木头不是都在你身上吗？没有，那里有啊，我记得还有。哪里啊？箱子找，所以才叫你分类啊。箱子里就是没有啊，我两个木栅栏，你要几个？两个都给我吧。哦。拿去。分类一下。我有在分类啊，都是你没在分类啊。你这边到底想干嘛？就我要试，我要试试，我放那个。你说放什么？啊？你说放什么？你不是要给我那个金砖还是什么砖？黄金砖，这里拿去。黄金砖不知道会不会有声音？应该会吧。你被黑雨编掉了，哇哩嘞！没办法，不好意思。啊，音阶箱你找到了？对啊。在哪里？哎、欸，真的，五个完成了 ，yes。蛮厉害，好像都一样，有不一样啦，哎、欸，好像不一样，对，好啦，比较高音。我们今天完成的成就，我们来看一下哦、喔，我们今天完成的成就，五个音乐箱，然后萝卜田、仙人掌田、甘蔗田，然后还有什么？监狱有吗？啊？有监狱的成就吗？没有啦，怎么有那种东西？我看一下好了，其他成就看有没有监狱。建造水中 hotel， 你做的那个监狱算 hotel 吗？不算，我 hotel 我在另外做。建造水中车站、铁轨房子，哎、欸，水中车站快好了，水中花园有了，水中地狱门这个也有了，我们有盖地狱门了。好，可以分类一下吗？水中储藏室，哎、欸，储藏室哦，没有，我们沒有下一集，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成就，没关系，那很简单。那储藏室就下一集喽。哎、欸，好啦，那我先关了，我要去吃晚餐了。你先整理一下好不好？整理什么啦？箱子啊，那个之后慢慢整理啦。我想要现在整理。我肚子饿。不管，我要现在整理。饿的，好了，现在整理。你自己都不整理哦，现在才在那边后悔。我突然想整理了。明天开吗？开啊。明天是 GMO 的之夜。对啊 ，Gary's Mo 的之夜。你就把杂物都叠过去另一边嘛，你就爱在这边塞东西齁。有看到我打的吗？我看一下哦。今天碧旅刚回来哦，有。好啦，其实你们打什么我都会看。方块类都放那边好了。什么东西叫方块类？就是方块类啊。方块类。素材做出来的素材就不要放那边，然后那种。哎、欸，那种什么栅栏那种也不要放了，就方块，单纯是一个。各位，今天就到此为止啊，拜拜。